一个经理职位以上还是经理职位以下，一般的雇员的律师他们不会管，他们还是会告公司，不管骚扰行为还是为了性别 ，right？所以讲一个例子，知道吗？男孩子最恐怖是什么？他们觉得说年龄越来越大，他们越来越可爱，他们就觉得不是性骚扰 ，right？ 就男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如果我的行为像小孩子，都 Hey， how you doing？ right？每一天过来就打 ，Hey， you look great today。做了做了做了，很多的法律不一样，很多的法律是站在被告人的角度。如果说晚走了，在七分钟之内，我们也通常的不可以。